不打不赌橡胶皮，不吃橡胶黄赌不老皮。别急，再讲两分钟。明明要讲二十分钟，下一节。怎么才三秒？我生病了，这节课上数学。同学们，吓死你们啦！就排这里了。好的，看有什么用。那以为还不是最长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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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对我短有什么用？哦吼吼！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又浪费钱，零花钱太多就去买练习册，把心思放到学习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不要念啦。嬷嬷，您辛苦了。看看人家，啊，养了一只白眼狼。妈妈，让我来。哦，赛季懂事了。什么都指望不上，就会帮倒忙。这个家如果没有我，好啦好啦，今天快结束吧。赛季，昨天的事再来聊聊。